松的三法自松了。食品班没有开成，你愿意来念餐厨吗？因为嘛，开花好吃嘛，虽然不是我想看，我比上次的不好的是，但不容易卷花开花两个伞。他也是可以考厨师。不考的，对啊，超级两个伞了，不包我们家的两个。他课程也是有厨师的课程。可以，可以。你中文学多久？你中文好八个月。一个月。讲得不错哦，你平常有在学中文吗？平常连发几句。啊，好，晚安。他是在网络上。中文学多久了？你做了好多年。一年，一年学的。哎，都学得不错。你知道我们学校一学期要交多少钱的学费吗？老板，为了好，后面做好费用，低了。多少钱？四万，大概2700万。大概2700万，一个人。四万是还有含不含生活费、吃饭，就是学费。那家里经济会不会有困难？家里如果老板的。里面的学费谁帮你？只会家人帮忙出。我哥哥。哥哥的。哥哥在哪？在这在越南。做哥哥在越南做。嗯，是的。开小吃店吗？拉面。卖汽车，卖机车，机车，机车，机车车。那自从你的学费谁帮你出？他帮你出的。你们会讲英文吗？会，会，会。他会英文。他会日文。日文，哇，这么好，谁？你会日文？はじめまして。あ、はい、どう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你有到别的地方旅游过吗？我有，你过越南了。啊，日本。他有去过日本。多久？三年，三年。是工作还是？那会不会想再回日本念书啊？你有去过台湾吗？
大概就是语文吧。然后你说吃饭他们还没吃。学校现在开了好几家餐厅在外面。有开面？不是，现在是外面的人开了很多越南餐厅。所以吃饭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交通。然后，那交通现在学校的车子都很方便，台湾的交通很方便，所以没有担心。就外面的话，你交通真的很方便。我应该问说，你会担心什么问题？M 老师给问这一题。现在空调的问题，生活作息，我们台湾规矩会比较多。我们就是，我了解。就是一上课就是8个小时，就比较没有休息时间。